read line， 现在 read line 加 s， 不过过来的东西它就变成一个串列。OK，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必须，如果你要把这个串列里面所有东西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，你就是 for line 引这个串列，就逐个逐个把它丢到 line， 然后逐个逐个 print 出来。但是里面的话，因为最后它有一个换行会多出来，所以你就把它剔除掉，应该可以理解了哈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档案哈， 不是放在这个根目录底下，比如说像这样，我把它 delete 掉，假设这样啊 ，delete， 哎，它就不行了。如果你这样一读，它就失败，而是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们的下载里面 ，OK， 那下载里面的话特别注意哈，它的路径是长这样，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就一，你就点选上方这个路径，我建议是用复制的，尽量不要自己打，因为我之前常常发生同学常发生就是差一个字拼错了。 路径打错了哦，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啊，像这种路径哦，如果你要避免错误，干脆用复制的，绝对不会错。所以有时候写程式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小细节。然后你就把它贴到哪里？贴到这个的前面，加一个反斜线 ，OK， 好。那再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现在 run 的话哈，因为呢这个反斜线哈，它是处于这个保留字元，所以呢哈，如果你现在 run 的话哈，可能会出错。 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现在 run 哈，直接 run 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就哎这边会出现错误。什么地方错误呢？哈，就是这个脱译字元的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有几个方案，第一个就是说一样嘛，哈，反斜线再多一个，有没有？刚之前有讲过反斜线单引号，反斜线双引号，有没有？那反斜线 n 这些都脱译字元，你可以怎么一个一个再去变两个就可以了。 或者另外一招啦，不过你会发现这边总共有一二三四个哈，还有另外一个小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在这个路径前方加一个小 r， 这个小 r 就不用每个都加了，好 OK， 那理论上啊这一招应该相对比较简单，加一个小 r， 它就可以怎么样，不需要每一个再变成两个那个反斜线，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OK 哈，所以路径加上去。 然后呢，前面加个小啊 ，OK， 执行一下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样把它读进来。所以哈，如果是绝对路径哦 ，OK， 假设我今天读取的路径不是在根目录下面，而是在我们下载区或者任一个地方 ，OK， 这个方法一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哈读取的资料哈不是所有的资料，而是只要前面的10个会员。 好，只要前面10个会员哦 ，OK， 然后呢，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，那怎么办？其实哪一个比较简单呢？其实好像限制笔数比较，因为我现在这种写法是 for 一区的写法，只是这边少一个 一区啦。VBA 是有个 一区，我刚前面跟各位讲过嘛，哈，回圈的话 ，for 回圈，如果你要全部读取就写成这样，但是如果你要写成什么，如果你要有笔数限制的话，那你就要写成什么？ 我先把它注解一下啊，这样给各位参考，就是用 for 什么呢 ？for i in 什么呢 ？in range，OK， 你就用 range 的写法 ，OK， 两种方法，上面那个是全部，下面是一个范围，OK， 那范围的话应该从哪个开始 ？for i in range 0，好，因为那个串列一定编号从0开始，逗点后面应该多少呢？ 11嘛，11的话变0，这边到0123456789，10，这个应该是，哎，这里是10了哈，哎，刚好有没有10，所以应该这个到这边的下一个停下来，所以这应该多少？应该是11吧？你看到10，对啊，10对啊，刚好，因为我们还有个栏位名称。 有没有？所以理论上虽然10个会员，但是会多一个栏位名称，总共其实11列，11列 ，OK， 从0开始，好，编号从，这其实就很容易，因为这个编号从0开始，01，刚好这边到10，所以我输出的话刚好0到10，到11停下来，11停下来是不执行啦 ，OK， 大家注意一下，因为很多同学哦，每次这个地方就卡住了。 好，因为常常到底11是指的是停止不执行的位置 ，OK 哈，然后冒号一下。
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是用什么？用那个 list 的哪一个？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 list 一的第二一个这样子。好，那帮我怎么样？帮我 sweep 后面一样的那个什么呢？哎，换行，这样就写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理论上这样应该就输出前10个会员了。好，应该看得懂我的写法吧？ OK， 试一下啊，看 O 不 OK， 执行。嗯，这样 OK， 好，有没有？第一个，这个是0嘛，哈，一直到10，11就停掉了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再来的话呢，第二个，哎，如果我今天呢已经把前10个抓出来了，可是呢我不要这么多资料，我只要姓名跟手机，我不要编号。 生日跟血型，哎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哦，如果你当然这个地方就相对麻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哈、哦，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资料剖析 ，sweep， 对，用 split 把它切开来，切开来之后的话呢，再去取得它的这个第几栏的资料。那当然切开来之后的话哈、哦，它理论上切完之后。 这个一定是0，这个是1、2、3、4，所以理论上哈、哦，我是要切开来的这一个跟这个资料显示啊，其他这几个都不要。OK， 所以啊，特别说中间要再加 split， 哦，啊怎么做，请各位试一下哦。然后刚先把这边练习一下，绝对位置部分练习，然后另外的话把全部读取改成部分读取。好，来画面先切一下哈，试一下。 刚刚讲这个都还蛮重要，因为以后我、哦、这些东西你如果不会的话，哦，一定都是大问题，因为常常我们遇到了啊、哦，资料读取不是全部，而是部分，那你就一定要知道上面全部的写法跟下面的部分写法有什么差别哦。OK 哦，如果你搞不清楚，那以后真的要取得这个外部资料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。 哦，那当然从经常用到像档案嘛，可能像资料库啦 ，OK， 可能像网页上面的资料，其实举凡了、啊、哈，都会遇到 ，OK， 所以特别是哦，全部 for each 的写法跟 for range 的写法，请各位务必一定要熟悉哦，那两个完全不一样哦，如果你这不熟的话，之后呢，应该很多东西写不出来 ，OK， 哦，试一下。 是最后的姓名跟手机这两栏就好。那如果你要留下这两栏的话，第一个你必须把它切开来，切开来之后留下这个编号0、1跟4的就好了。啊，怎么切哦？所以特别注意，一，你必须在那个回圈的第一行，有没有？回圈里面第一行写什么呢？就是请你帮我把这一个 list 1里面的这个资料怎么样？哎，帮我哈、哦、做切割。 所以这个东西读进来，理论上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第0个的话就抓这个，啊，帮我切开了，切开了要怎么点？怎么点 sweep？ 啊，不，点了啊 ，split 了哈、哦，这个可能要 split，OK、OK, 哈、哦，切割，然后呢，用什么切割呢？按照它的逗点，好，啊，前面必须有个东西接它，因为切完嘛，啊，就会丢到前面一个串列，那串列名称我习惯了啊、哦，反正第一次就是 list 1啊。 第二次就list12了哈，啊，如果它第3次就list3，依次类推，啊，这个好处就是哈，你可以不用去想那个名称叫什么 ，OK 哈，啊，反正123就是切切切，越切越细就对了。好，那切完之后的话呢，这个 list2哈，基本上里面就放什么？基本上就放这个0。其实这个单如果我把这个哈，先把它注脚，我干脆把 print 出来。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，我建议哈，你可以先把里面的东西 print 出来，否则的话哈，你 细节可能会看不到啊 ，print 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、哦，理论上哈、哦，这里面的话就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哎，10个嘛，啊，1个萝卜各一颗啊，最后这边一样哦，换行。所以我要的是这一个，那这一个对于 list 2来说，它是中括弧1，这个是中括弧4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接下来就是啊、哦，如果要 print 它的话，那你就是把这一个里面的。 第一个的话，那姓名部分是1嘛，哈，然后后面再加一个逗点
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什么呢？哎 ，list 4的，所以这个把它丢过来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4就好了。但是因为最后面那边有一个 strip 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换行要把它拿掉，所以这个加一个 strip 把它去掉。哎，这样来试一下，就是没事。那第一栏的那个最前面那个应用包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你说哪一个？ 就是它出现的资料第一行，编号前面，下面资料第一行。哦，这个是档案的开头啦，它当然现在这边开到啦，可是其实你 print 看不到就对了，在串列里面看得到。我只是想问一下它是什么。OK， 目前这个东西先不要处理好了，其实你可以就是在 encoding 地方再加一点东西，就可以让它消失了。不过目前是不影响，所以暂时你可以先不用理会它。OK 哈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直接。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哈，姓名跟这个最后手机，那我把它 print 出来哈，直接 print 看一下，这样应该理论上 OK 的，有没有？只留下姓名跟手机部分，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啦哈。它这个蛮重要，因为哈串列真的是很重要，但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懂得切割、不懂得输出、不懂得取得，那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。那当然它有点类似啦，所以我一直类比哦，它有点像 Excel 里面这种概念。 有没有？就一个A栏，你们再继续切啦，只是说这个看到，这个看不到哦，比较相对的抽象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。那当然最后的话哦，像这个啊，这种写法我觉得也不够优，习惯上哈，还是会用 format 来改一下。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嘛，你可以 format 就输出的话，假设两个东西有没有？就两个大括弧，然后中间加个逗点，再加个大括弧。 有没有？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format， 你就把那个什么，把你要输出的东西放在后面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其实还可以另外一个方法用 format， 哎，把什么呢 ？list 1跟 list 2丢给 format， 让它去做输出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一样 strip， 然后后面加一个后括弧。好，这样其实输出结果也会是一样，只是说哈，哎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感觉好像清爽一点。好，这种方法也蛮重要 ，format OK。 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哈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所以呢，刚刚主要就是说，外部开档跟读前十列用for range 的写法啊，最后的话只要手机跟姓名这两栏的话，那我们势必就是需要什么做一个 script 切，切完之后呢，再取得它哪一栏，那栏数的话一定从0开始。 所以第二栏就一，最后一栏第五栏就是四，好，然后就把它逐一的输出啊。当然呢，如果往后哦，因为现在栏数不多，看起来不是那么显著。以后的话，如果栏数多，用 format 是非常有绝对优势，因为 format 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有些东西如果你会用 format， 可以让程式变得好简洁，像那个九九乘法表哦，那一题也是类似。 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把这个部分做完。哦，那做完之后的话，后面再来可能难度又要再升级了。OK， 怎么说哈？因为后面我们下一题啊，就是学生成绩。那学生成绩这边呢，刚刚只有一个成绩，现在的话哈，学生成绩会变再增加变三个成绩。 三个成绩要把三个成绩的总分、平均、最高分、最低分全部都要算出来，所以再来哈，又要再向上提升了，所以各位得心理准备了，不过这个都是一般应用哦最常遇到的状况哦，那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，把这个 member 里面哈取得前十列，不，应该是前10个会员跟两个栏位哈试一下。